为了我们铲除了萧家的势力，嗯，为了咱们哥仨今后在上海滩辉煌的未来，干了！干！干！魏总，你们的庆功酒喝得太早了！魏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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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实点！老实点！老实点！齐涛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都把酒杯放下，老实点，否则我认识你，我齐涛的枪子可不认识你。全都放下！齐涛，你敢偷袭三大堂主，你小子活腻歪了吧？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？是我。张朱四大家子少了我萧海生，这酒喝得多没意思啊！我来给你们凑个热闹。萧老大，你没死啊？你很想我死？没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大哥，我是你小弟，我怎么可能盼着你死呢？你很想我死？啊，没，哎呀，海生啊，我们是同门兄弟啊，拜在一个师父的门下。我听说你遇害了，急死我了，我都想和你一起去死啊！你们两个都不承认，常言，那就是你了。没错，我是恨你。有你萧海生在，我今常在上海滩永无出头之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暗杀你的不是我，我金昌不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。硬气，上海滩三大家族，就你是条汉子。海生啊，也不是我干的，你知道我没这胆儿啊。坐。对我萧海生下手的，就是你们三个中间的一个。这个人利欲熏心，不顾江湖道义，用卑鄙的手段暗中对我下手。他不光对我下手，还丧心病狂的想要杀我的女儿萧瑶。我萧海生饶不了他。今天，我就要在这儿对他实行青帮家法，来个彻底了断。萧老师，不是，我真不是。
海生啊，真不是我抓根呐！抓的，你还嘴硬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们三个，想知道到底是谁对我下的手。我为了让你们动起来，派我的人去砸了我自己的场子，可你还是没有露出破绽。姜还是老的辣呀，你真稳啊你！一直到我故意把小姚被绑的地址透露给你们三个人，你终于沉不住气了。你带着你的手下，用枪扫，用手榴弹炸，你真够狠的！海生啊，你说我害你女儿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吗？谁看见了？好啊，我就知道你老小子有这手，我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今天这局是谁发起的？朱阿根。这坛酒是谁带来的？朱阿根。说害我的不是你，那好，你把这两杯酒喝了，你喝了就证明害我的不是你，我向你口头认罪。嗯？怎么，不敢喝？我料定你不敢喝。喝呀，你喝呀。别劝他了，这两杯酒他是绝对不敢喝的。这两天我分别让阿全向你张昊天交码头，让启涛投靠金昌，这些都是故意让你看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在除掉我和逍遥之后一定会对他们两个下手。你要独霸上海滩，我让阿全和齐涛这么做，只不过是给他添了把火，让他动作快点。所以我断定，这两杯酒一定是毒酒。朱阿根，住手！萧海生还在呢，轮不着你说话，坐下。朱阿根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萧海生啊，我费尽心机跟你斗，最后我还是没有斗过你，萧老大，服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还有脸问我这话？在上海滩，我出道最早，我辈分最高，你们看得起我吗？
谁尊重我呀？我不服！滚！我们的地盘都是靠自己流血换来的，你凭什么跟我们比？是你们狠，你们毒，我就是要做件大事儿，我要让你们看看谁最毒，谁最狠。上海滩是我朱阿根的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输了你就要承担应有的后果。我也看出来了，我今天带来的这些手下估计已经让你们给办了。我朱阿根今天啊是活着走出去了。海生啊，给个痛快的。想死没那么容易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以你朱阿根的实力，如果没有强大的势力帮你，你是绝对不敢妄想一举铲除三大家族，独霸上海滩的。你告诉我，机枪是谁给你的？那么多的手榴弹是谁给你的？你背后是些什么人？你别说了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们会善待我的家人的。可是我要说了，我是谁之谁，我全家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我，别动！你干嘛？